九百年前，我曾经也跟一个人看过你。你叫什么？夫人。这个人救过我，也伤过我的心。但他跟我说，他肩负着终生，他的心里不能有任何的牵挂。不要再做帝君了，要做一个同志侠。那个时候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，可是我现在明白。那你告诉我，你想要什么？你说你爱我，那好，我们宁愿一个人放弃和幸福。我愿意。我愿意。去你的，你要哪就给哪走。三姐在，你才在，因为你那个片刻的用心，真的细心，终于追寻了情。